好，经过昨天的越野呢，小三邀请，所以呢，我们就来到高雄。那因为呢，越野太累了，真的太累了，好不好？所以我们决定在高雄住一晚。刚好今天我们又在高雄有 BFS 的活动，所以呢，今天有三件事，我们来突袭两间高雄的 BFS 哦。到底我们到底在干嘛，好不好？为什么要做 BFS？ 还有他们到底有没有用心？再來呢，最后一个点我们会访问一个超屌的大师，那就先卖个关子，等一下再跟你讲。Let's go。但是现在他们十一点才开始，所以不知道现在没有人。大家可以看到，他们就是在偷懒，好不好？老板，现在是不是偷懒啊？在展示我们的新版啊，新版啊，超屌！是听说之前康康有来过当一支店长，明星是吧？啊，那先拍一下店内的这一支。定期会有的活动，那今天是因为太早还没有人来，那这个活动呢，其实就全部都是预约制，好不好？所以你现场来可能也没有办法帮你做，所以希望呢，大家要记得发我们的 FB 粉丝团，然后我们只要有活动都会发在粉丝团上面，那一定要预约，假如没预约的话，你现场可能就没有了。OK， 那我们就等一下下一间了。好，那我换到第二家啦，在位于博爱一路，好不好 ？NK 的店。高雄两大知名的，我觉得就是 NK， 然后还有就是耀马这两间，因为其实这两间在地其实都蛮久，然后跟我们大桥配合啊，其实也都蛮久，所以这两间算是我们高雄比较主要的两间。那这一间呢，我们就要来看一下，因为它的店哦，我觉得高雄的店其实他们都装潢都很棒，但是它的大小其实都不会到太大间。然后这一间呢，我也不知道现在人怎么样，因为现在才十一点多，快十二点了。那我们是这个活动一般都是十一点开始 ，OK， 那我们就进去看看啦 ，Go。现在都在做 PFS， 没错。它里面那种没上过报纸，对啊，到这种。这个东西呢，就是我们秀仪的专属服务。那只是有时候呢，我们在排台湾的很多的经销商，所以有时候来的会比较慢一点，所以这个活动已经在三个多月没有来，所以这次预约其实蛮慢的。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平常的时候下一个感觉。在用个人频道，是，對對對，所以就想要介绍一下，没问题，没问题。NK 的老板，好吧，大家好，大家好。老板，我们在高雄开多久？我们在高雄大概从十八年有喽。对啊，然后老板也是超亲切，而且我第一次来的时候我就吓到，我靠，老板就是，因为一般老板就是会比较有点那种严肃的感觉，对啊，那老板超亲切，真的，哎，很多客人都很喜欢老板的作风，就是哎都笑笑的、啊，然后都会尽心尽力帮你服务。好，南部人就是那么热情，就是喜欢来南部，好不好？那我觉得很多很多在路上啊，然后就是有需要，其实他们都会认识，但是很多东西都不敢问。那反而是下来南部的时候，很多车友说，哎，麦哥，那我们东西怎么样啊？所以他们知道我是卖秀的，然后他们会趁机哦，会问一些东西。其实我觉得在路上不要害羞，反正你真的有问题哦，虽然我不是明星，但是你要合照都可以，好不好？只要不要我在吃饭时候就好了。那我们之后呢，也会陆续的去一直在推广啊。那我们也会训练人员，然后越来越多去
甚至可能花东啊、服务也好，对，那就希望各位车友多多支持我们的粉丝团，还有我们秀仪，还有大乔的公司 ，OK， 还有这个频道 ，OK， 等一下，我要带大家去找一个超屌的人，好，那多屌呢？先不介绍，等一下看到他的人，好不好？我们再帮慢慢的帮他介绍 ，Go， Yo， ladies and gentlemen， 最后一站高雄，我们在草芽道，好，草芽道，这是呢。找一个好朋友小叶、哦、他是手工改装第一个在国际拿第一名的台湾人 OK 那这一次呢他刚好在高雄草芽道这边有 那个主办方请他来展览这样子好现在已经看到很多的车友们纷纷在跟他合照拍照小叶哥今天也是穿得帅帅的啊、哦！我跟你讲，他的打扮呢，绝对不失冠军的风采。哟，好像哥，帅帅帅，谢谢干屌哎！你看，哎、欸，这是小叶哥，好吧？耶、yeah ！帅吧？可以吧？可以，可以超屌。展出的那个车啊，还有这个为什么要这个展？你觉得？我觉得改装车的东西在台湾一直有一个很奇怪的位置，就是、欸、大家好像都喜欢，可是玩的人很多传言呐、啊，对不对？请说，不要可能什么验车啊，或者什么违法或者什么，但哦对，但我就觉得我们就是要试着把它做成一个让大家都能欣赏的样子。OK， 对我常常说，你要连你家隔壁的阿姨都会觉得哦，这东西蛮好的，你才有机会让更多人去理解跟喜欢你做的这件事情。他在要做在这种百货这种商场，所有人就是一堆人来，很多人都来问说，哎，这是什么品牌？台湾有在做这件事吗？对，但是就是要在这种状况让大家去觉得说，哦，这个其实很帅，其实很 OK， 对。对啊，就是要试着这样做。而且我觉得这张超适合，是因为很多年龄层，有玩车没玩车的都会来看。是的，是的。对啊，像这几天周末啊，其实就看到前几天你发的照片，对，看一堆人这样子，超多人，让大家理解说到底我们台湾在干嘛？改车一定就是这样吗？没有，大家都是帅哥，只看你，好不好？不要把心态搞破了。没有错，真的。对啊，好好把东西做好。那比方说玩车。最近还看到新闻说、哦、有人是什么半夜拉走，我觉得那个都是对我们希望说这种玩车要去稍微考虑一下说一般人可能会怎么样看你们、你要怎么样让大家都觉得、欸、你这东西不错，是我觉得要有这样的心态 去做这件事情会比较好。对啊，那之后好不好我们再找一集专访。那好吧，今天我觉得你应该没什么时间。还好啦，其实这个就这样对、啊、笑死。好，那我们等一下来介绍小叶哥的摊位。Go。找我们的小三哥是不是？小三哥，他刚刚说那个有一个东西，就是东西改装太贵，但是有一个东西，那个叫什么散热，是不是？那是什么碟盘散热？是散热器。我们骑不快，但是我们改上去就是好看。哎呀，那个东西我觉得非常的帅，我们要改是不是。虽然以我们的速度完全派不上用场，但是我觉得还是要改。对。對升到小妹妹的那个什么头上了，我靠！掉，拜拜。怪叔叔吗？再给我15年，不是。